觉得我得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来推销一下。香瑶在我们队内是 rap 担当 ，rap 担当，但是他跟我一样，嗯，都是属于我们两个属于阔别了舞台很久，嗯，都去拍戏当演员了。他应该是这么长时间以来第一次回到舞台上。我印象中，瑶瑶好像没有单独自己演唱过。哦，他没有单独 solo 过。没有单独 solo 过。很开心他能站出来再证明自己。多少次的雪花飘落，无法融化的伤。青草奇迹，他们停留在无名的山岗。无尽的征途，星星指明了他方向。他永远相信那光，终将天地照亮。我没有想到我会哭，太多年没有见过了。就是回忆嘛，回忆涌上心头，就是一句话概括。这段情感刻在我心里面，很深刻。我们之间的情感啊，其实真的不是说大家想的每天都要勾肩搭背啊，就是心里有，因为我们毕竟十多年的兄弟啊。紧张吗？熬没了，可以熬成平常戏了。我们以前一起奋斗过的这些兄弟们，我知道大家都经历了些什么。反正今天大家表演完以后，我就觉得，啊，真的是，我挺骄傲，挺自豪的。我去找金丝啊，我去。牛。哎，往那走。你这把宝刀，看来磨得还是很锋利。大家都可以。因为我们认识时间太久了，十多年了，然后一起出道了，走到今天，大家都知道彼此都经历了些什么。